三十五年，三十分钟到。呢个中雨洞系日本最南端嘅中雨洞。而家慢慢落去，好似有啲似夏沐月咁样嘅 feel。呢度写佢里面有啲咩啦，结晶嗰啲嘢。今なお成長している様子がよくお分かりいただけると思います。パチル、你自己小心扶住。その成長速度は日本でも一番速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。攬住你叫住，即系点？系喎，地眼真系濕嘅喎，原來，因為佢戴帽，系喎滴水。你咧？唔使啊，我都冇計嘅，鬼顧啦。好，系啊，系喎，杯滴水原來呢度，即系呢度周圍。即係啲岩石嗰啲咁樣嘅地方啦，哇！真係要小心啲行。It's okay， 你 O 唔 OK 啊 ？OK 啊。不過都好咧，就係有有啲燈可以睇到啦。如果唔係，就更加黑掹掹，仲難睇。仲難行嘅，小心呢度有一層啊！哇！呢度扶手啊，好似拍出嚟仲睇得咩喎？清楚啲。係咯，因為佢可能唔夠光，佢反而佢呢個睇到呢個。我哋全場呢度咧係會有三十分鐘啦，我哋而家先至行得嗰一分鐘左右，而家計緊分零兩分鐘啦左右啊。咁會之後嗰啲會更加精彩嘅。